马上就要进入到大家今天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环节了。首先要上场的这位，他告诉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紧张，因为很久没有唱歌了。你们都是他最强的后盾，所以希望等一下呢不要吓他。好，接下来要欢迎到的就是我们中职网红涂学友，欢迎我们的涂教练。他即将在这里要为大家带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郑仲基的《绝口不提爱你》。经不经典？喜不喜欢？唱的请陪他一起唱，因为他真的很紧张。好的，请问学友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学友准备好了，你们的尖叫声呢？ Hello, 大家好，欢迎学友带来这首绝口不提爱你。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
这句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该有的福利我会帮大家找出，好不好？所以不用紧张。好了，那当然一定要来访问一下我们的网红学友。我先说，刚才觉得张学友本人在现场的，请尖叫，超像！我们在彩排的时候，我在下面已经先尖叫一轮，太像了。那听说我们那个教练在选歌的时候，其实你跟一首歌纠结非常久，就是《心如刀割》。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两首歌纠结这么久？因为他们都叫我，他们觉得我唱歌很像张学友，可是我觉得不要唱张学友，这样会觉得好像在模仿。哦，所以你先唱一首歌证明自己，说我本来唱歌就是这样，对不对？那我可以有幸听一下《心如刀割》的副歌吗？轻唱中间好不好？好，一小段。前面好，一小段。我的天使灰色，我的心是蓝色。心是透明的，我的幽蓝值得，我却束手无策。哎，怎么停得这么突然？后面还有人要，还有那个学弟要唱。不会啊，我们今天花钱就是要听那个各种明星唱歌，既然学友都来现场了，对不对？好啦。也感谢教练一开始为我们打头阵，我们是不是再给教练一个尖叫声？谢谢，谢谢，感谢我们的徒学友。好，哎，第一个就这么精彩，你们是不是对今天的草地音乐会非常的期待？那呢，因为我们这是第九届的草地音乐会，所以我们特别邀请到九组的嘉宾，包含 Uni Boys， 对不对？好。小梦在这里要稍微打岔一下哦，提醒各位，如果你脚下踩的是红土区，请大家不要在红土区停留，那种中间后面的球迷朋友，因为我们维护场地啊，达哥会生气哦。达哥你在哪里？在黑黑的看不到他。好，对，总之呢，我们一定要维护台南棒球场，所以希望大家一来不要饮食，二来不要踩在红土区，麻烦帮我们移动一下你的脚步。好了，这种扫兴的话我们就先跳过。好，那接下来继续邀请到的就是第二组。好，刚才邀请到那个教练，对不对？接下来我要请到的，就是大家最喜欢法香区，法香区的两位小可爱，用热情的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动力火花，我们的曼平还有赖赖带来精彩的表演。专用需要，希望你活得更有趣。阴暗的侧脸，莎莎士比亚的破红红外套穿上，还是 physical yeah。仿佛开心兑现是对看世界变变，低潮也变变变。不见谁说白天不懂夜的黑，陪在你身边我是白见你是黑见。
命永久关闭。I'm ready, I'm ready， 将快乐埋下伏笔，高口呼吸。I'm ready, I'm ready， 让悲伤没有续集，尖叫声在哪里？来站在正中间，好不好？让球迷朋友好好看看你们。我刚刚为什么说介绍两位小可爱？因为他们其实动力火花是他们后来改的名字，他们本来的名字叫做153 Club。哦，对。对，我想请问一下，团名本来是谁取，后来为什么要改掉？因为我一五，然后我一五二，啊，所以是他拖低了你的平均值，对，所以你不是很愉快，所以改了动力火花，是不是？对，是为了呼应昨天的那个我们的嘉宾，因为曼婷超爱动力火车，真的有，我刚刚摸到手，有，我们发现那个 UG 昨天应该是我史上看过最兴奋的一次，真的是迷妹来着。好，那当然。这个，因为其实两位今年都已经默默的蜕变成学姐了，对不对？那呢，是不是要感谢一下现场所有的这个最支持你们的？在哪里支持他们的？在哪里尖叫声？对，往那个方向，往那个方向，感谢一下。谢谢各位，就是支持 UG 的球迷们、球迷朋友，然后很开心，就是我们在球场应援的时候，你们都会给我们力量跟给我们支持，然后让我们在应援当中都能够更开心，对，更有动力，对。那赖赖呢？其实曼婷讲的也差不多哎，就真的觉得来到球场虽然是很不同的体验，但是其实这两年下来，觉得跟大家一起热血的在球场真的是嗨到爆，然后也很谢谢大家，不管就是我们在哪里，大家像现在我们就是没有跳舞唱歌，你们还是这么支持我们，谢谢你们，谢谢大家，谢谢。那当然，刚才你们两个演唱的这首歌是你们的作品，对不对？是不是来介绍宣传一下这首歌？其实这是之前我们两个跟 Nike 老师一起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Sad Boy。 谢谢有人带专辑来耶，感谢铁粉，很久谢哦。然后历史对是有很有纪念性，然后希望大家就是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继续听我们的歌，可以找谢谢大家，对，网络上可以听到我们的歌，是一定要继续来支持优米哥，好，不挡路。好，谢谢，谢谢赖赖，谢谢曼婷。好，我们旁边这群粉丝可以稍微冷静一点点吗？好，那呢，我们一连这个两组非常精彩的表演之后呢，我跟你讲，绝对没有冷场，因为接下来要邀请上来的这位呢，从我们第一届就是固定的班底，对，基本上。我觉得他个人已经可以开个人演唱会的等级。接下来借用大家最热情的欢呼，来欢迎我们的龙运好茶黄色推。大家请开心。唱的人要一起唱，因为我怕我唱不上去。
什么？那在你眼中，世界城市彩虹，朋友就被你承诺。看车水马龙，看没星星的夜空 ，You never alone。四六。你好久没说梦想，说到眼睛发亮，不可一世的笑容，连我都被感动。我们说改变世界，却被世界改变。记得你要我提醒，别改变太多。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别忘那一年。那一天出发是心中的梦，难免会受伤，注定要心痛。别忘了还有老朋友陪你 ，You're never alone。不要看到那个，这些年。走过，点滴都在心中。人生这一杯酒，滋味已经尝够。每个人都不容易，但也走到这里，我们就看看命运还要安排什么。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别忘那一年，那一天出发。是心中的梦，难免会受伤，注定要心痛。别忘了还有我老朋友陪你 ，You're never alone。墙还在等待彩虹，等雨风雪将经过，从抽身亲手结果，就干掉这杯酒，今有始有终。以上，莫忘初衷，莫忘初衷，别忘那一年，那一天出发是心中的梦。最后一段，别忘了还有我老朋友陪你 ，You're never alone。太好听了，天哪！我觉得今天的每一组上来都还在致敬我们昨天的赛后嘉宾，这首也是来自动力火车的《莫忘初衷》。那我要呈上题，我想问一下，从第一届唱到现在啊，你大概什么时候打算要开个人演唱会？没有，就是我其实是希望说，就是球队有这个活动嘛，然后球队有找我的话，那我不要哽咽，太搞干嘛了？没声音了。就是我希望，就是尽我所能，然后让各位开心这样子吧，就是。我跟你讲，你光听他喉咙就知道他多尽他所能。因为呢，我相信其实球员在场上拼战的同时呢，最需要就是大家加油。因为我发现唐兆，我们从第一届唱到现在嘛，其实你的地位非常屹立不摇，不管进来再多帅哥，你永远还是很帅。你看那边还有你的牌子，有没有看到？后面那个我刚对前面也有举着。
珍妮球衣的，对，非常屹立不摇，大家都很支持你。那是不是呢？也借由这个机会，感谢一直陪伴在你身旁、给你支持鼓励的球迷朋友。就是重点，进来统一也要10年了，然后。有很多感触，然后也有走过很多低潮，然后去年我们拿到我们的目标，今年也是很有希望。那不管怎么样，我们今年还是要拿冠军，2连霸，好不好？谢谢，那么也再一次尖叫声，谢谢我们的唐兆廷。哇，我说今年他是浓韵好茶，明年可能就要改名叫普洱茶。啊，但是没有关系，不管你是哪种茶，我们都爱喝。好，那呢，接下来要邀请上台的这位呢，我们去年其实也有来站在舞台上过。那呢，他今天非常的辛苦，中午比赛完，听说他没多久就赶到现场了，在这边等很久了。所以呢，准备好了吗，这位？好的，来来来，你可以开始往台上走了，好不好？接下来，借用你们的掌声、尖叫声，来欢迎我们的校庆模范生姚宇翔。大家好。大家今天开心吗？相爱。
歌声完全可以看得出你的音箱就是靠你自己训练出来的。来，你往前站一点点好不好？不要再退了。好，那呢，当然宇翔现在站在这里，我要问你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其实小编啊，每次在找人上来唱歌的时候都非常的辛苦，因为呢这个大家都会很害羞。所以我想问你，想不想要成为接下来的固定班底，跟前面的学长致敬一下？这就要看各位球迷有没有想要再听我唱歌了。想听吗？哎，有哎，全场通过哎，那就明年预约咯，好不好？明年见。抄下来好。那我可以再给你一个小小的工作吗？就是答应我明年再找一个人陪你好不好？我们买一送一可以吗？我尽力啊。大家都太害羞了。对，我一定要问宇翔一个很重要的，你们知道什么他叫校庆模范生吗？因为他今年拿到 MVP 的时候，他有感谢爸爸妈妈把他生得头好壮壮。我真的比较想要你感谢爸爸妈妈赏这么大的胆子给你。这个胆子不是说他唱歌不好听哦，是因为真的很多很多的选手都不敢站上这个舞台。你是不是要趁这个机会再感谢一下来那个镜头，看一下，再感谢一下他们。爸爸妈妈问号。没有，就是因为说为什么没有，就是有些人不敢上来唱，就是我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比较敢出来表现这样子，所以就是球团给我这个机会，然后我也因为可以在这么多球迷面前唱歌给大家听，也是我的荣幸。非常年轻一位选手，那接下来一定会有非常非常多的机会继续在场上，也在市区里面啊陪伴大家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期待接下来每一年都有你成为我们的固定班底哦，好不好？掌声来送给宇翔，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那呢，在我发现目前上来的没有一组是上来开玩笑的，完全没有。我本来以为会有一些人上来破音啊什么，怎么了？我是要下去还是在这边？你想要跟我脱口秀吗？这种要求我这辈子没见过，真的。我都已经用那么高的 level， 我要欢送他离开了。你有什么话想说吗？没有。你要再清唱一首什么吗？没有，是不是？那我跟你讲，不然你先下去想一下有没有安口曲好了，好不好？你去下面想。你知道什么吗？因为接下来这一组有点赶时间啊，好不好？好，来来来，你知道什么？我明天见啊！明天见。好，我为什么会叫他去下面想？因为接下来这一组真的有一点赶时间，他们临时调动了一下位置哈。那接下来这三位呢？我一讲三位，你会不会就知道是哪一组了？三姐妹。没错，也请呢。平常我们讲你们今天很幸运，平常都是法相区卡位，对不对？今天呢，终于轮到你们自己卡在前面，有没有很快乐？接下来，请借用大家的尖叫声，欢迎我们的闪开三姐妹，谢谢少少还有色气，欢迎。不知
是否还会记得今天？哦，如果有一天我们都发觉，不然会很尴尬啊！闪到腰，闪到腰，听说他们本来要叫闪到腰，不好意思。好，那呢，我一定要来问一下，因为其实我们平常在选歌的时候啊，我们都会就是说你们可不可以给我们两首备案，以免当天的喉咙状况不好。但是他们这一组很奇特，他们就只给一首，坚持要唱《当你》。请问一下是谁要求的？就是我们有一次，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哎。就我们有一次去唱歌，唱 KTV， 然后就随便点了一首歌，然后他们就说啊，你们三个就唱这首，然后我们就唱完之后，好，那就这首，对，很随便，都非常简单，然后就回家开始认真只练这首，专攻这一首，对不对？是吗？应该有认真啦，啊，应该啦，应该。他们刚一上来说，我们就是上来搞笑的那一组，你们觉得好听吗？哦，被求 ，OK， 好像还好哦，好听吗？谢谢啊，对，那当然我要问一下你们那个段落，我发现他们有设计桥段，你有没有看到？还有走位，还有牵手，还有最后的闪开，那个桥段是谁安排的、啊？怎么了？你们三位是？我没签到啊，所以没有，是刚刚在底下，然后怕大家就是在上面站得很尴尬，所以就硬走，硬排了一个走位，是不是？對對對對，用一首歌的时间。对。好，那我最后要访问一下瑟琪，你被安排到那个升 key 的那一段，你的心情怎么样？我发现他那个，全部的副歌只有他一个人唱升 key 的版本，你的心情还好吗？我，就这样、啊。其实是曼萍安排的。对。哦，原来是曼萍，是不是？好，那我觉得你们就是不用叫闪开闪，你们叫淡定三姐妹好了，三个人非常的淡定。好，那呢？当然，我们三位其实都是我们，应该是说整个 UG 团都是我们球迷非常注目的焦点。那是不是也跟现场所有球迷朋友讲几句感谢的话？我们从瑟琪开始，好不好？好，就是很开心，去年跟大家一起经历了总冠军，然后就是今年也更加进入状况。那我也谢谢大家喜欢我，然后也谢谢大家喜欢统一，是我们今年在一起拿总冠军。好，换我们的笑笑，瑟琪都讲完了，上街是什么？那真的吗？你真的就这样子而已。好，那对思思呢？思思呢？我可能没有感触，我有数感。没有啦，就很喜欢跟大家在那个球场，然后一起嗨，一起喊一些应援啊，所以就很谢谢大家。听来
人大家要喊好不好？可以吗？你们答应他们了吗？很喜欢球场的感觉，虽然也是不同于我过去的表演，但是是一个很新的开始跟很喜欢的样子。是，那我真的只能说 UG 真的是全中华职棒最耐操，而且呢最用力，我真的没有看过有人差点把自己手脚都甩出去的那一种。好啦，那呢我们再次用你们的尖叫声来送给我们的闪开三姐妹，谢谢。闪开，赶快闪，赶快闪，因为他们有点赶时间，所以呢就不打扰他们了。好，那当然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邀请上来的这位嘉宾呢，我想先请他走上来就好了。你先上来一下。我想问一下，现在在台上的这位是胡志伟还是吴承玉？你们不要这样，他真的会难过好不好？今年呢承玉在这个中继的表现非常非常的亮眼，那接下来你是不是要在这里带来这首歌，你要不要自己介绍一下？这首歌是依然爱你，就希望不管我们今天打得怎么样，你们都可以依然喜欢我们球员，然后我们会依然爱你们，谢谢。接下来欢迎承玉带依然爱你。闪亮晶晶，留下岁月的痕迹，我的世界的中心依然还是你。一年一年又一年，飞逝尽在一转眼，唯一永远不改变是不停的改变。我不像从前的自己，你也有点不像你，但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要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真实，时时刻刻的幸福，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个表情，到最后一定会依然爱你。在我眼中你的笑依然的美丽，日子只能往前走一个方向，顺时钟不知道还有多久，所以要让你懂我依然爱你，就是唯一的退路。我依然珍惜时时刻刻的幸福，爱你，双手借给我。到最后
爱你。你每个呼吸，每个动作，每一个表情，到永远一定会依然爱你。一样来到我们正中间，因为其实陈玉啊，他去年听完在下面听完草地音乐会之后，马上急着预约，就是他马上预约今年的草地音乐会。我想问一下，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你这么想不开？就希望大家球迷可以开开心心的，对啊，不管好听或不好听，你是好听吗？我跟你讲，陈玉对自己的歌声很有信心。他今天其实在来之前，他很早就来练习了。好，那当然我刚才有提到，其实陈玉今年在中间的表现真的非常非常的亮眼哦。我希望大家可以好好认清楚他这张脸。可是我还想私底下问你，你觉得你比较像陈志伟还是潘玮柏？我觉得我比较像陈杰宪。网友回去帮我们批评一下，不会啊，陈玉也是另外一种帅气，非常非常可爱，两个摆在一起，我也分不清楚谁比较帅。好，那当然，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你们投手在投球的时候，是我们防守的时候比较安静嘛，对不对？那你们在下面准备的时候，是不是常听到上面球迷大声的唱歌啊、呛死啊？你有没有特别对哪一首歌喜欢？有没有喜欢哪一首？有几首了比较有印象。那你最喜欢的？谁与争锋吧。是今年新推出的这首歌。你喜欢谁与争锋是不是？你听一下是这首，你帮我听一下是这首，你帮我听一下是这首。大家一起来。这首歌他跳的有没有很棒？有的话再次给他一个尖叫声，谢谢我们的陈玉。谢谢谢谢。好，我是不是有说该给的福利我会帮大家准备？好啊，不要那么紧张。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邀请到的这位嘉宾真的是嘉宾哦，特别嘉宾。你们有在关注官方粉丝团对吧？没错，我们接下来要欢迎到的这位特别来宾，就是来自我们新竹街口工程师的队长李嘉瑞，欢迎。Hello， 大家好，我是新竹街口工程师李嘉瑞。手灯举起来好不好？现在是凌晨三点钟，河边秋都有点冻，寂寞的夜，远远空虚的夜，暂时把心放空。点亮的床单忘了收，微凉的衬衫有点皱，明天开始我将如何面对没有你的以后。
心破碎了几个要怎么去拼凑 Baby, baby, love can be so beautiful 只怪那一个话说得太重所有的情节都失控是为了导播好，不好意思，切怪一点点嘛，因为我没有办法再移动了。我相信大家呢有在关心狮子军的人，一定对嘉瑞没有到非常陌生，因为其实在之前在疫情的时候，我们有一起直播过，但那个时候嘉瑞就已经有在直播上唱歌。那你从就是唱完歌之后，其实我们就注意到你很会唱歌了，所以你接受到这个邀请的时候，从这个邀请到答应到想什么歌，你中间的心路历程是什么，跟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一开始其实听到这个邀请，我本来以为是开玩笑，结果没想到是认真的。对，很认真哦。之后就是答应的时候，就觉得就一直很兴奋，很期待就今天的到来的。是，那今天终于到来了。其实不瞒大家说，我知道大家都在看棒球赛，所以没有办法关心他们。今天刚比完赛，他就马上从北部下来，而且呢，他今天在比赛中有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非常的厉害。那当然我们这有点算是另类的双狮合作啦，所以就想说让嘉瑞在这个时候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然后跟大家推广一下球队好不好？大家好，我是新竹街友工程师李嘉瑞，然后今天很开心可以来到台南棒球场，然后就是参加就是我觉得自己觉得蛮特别活动，
然后也希望今年同一时跟新竹街舞工程师都可以一起拿冠军。谢谢嘉瑞，谢谢。好，那在他离开我就可以下来。怎么笑那么大声？是谁？哎，对，他真的长得很高。好，那我刚才在下面收到一个消息啊，要先跟各位球迷朋友说声抱歉，因为我们今天相信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一个团体叫做豪杰在线，他们其实因为一点缘故，所以解散了。对，不好意思，我一定要现在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但是没有关系，我们特别再邀请到另外一组。对，我们因为我们不能让大家有一种没有听到的感觉，所以接下来请大家用你们最大的尖叫声来欢迎我们全新组合泰格伊娜，掌声欢迎。哟嘿呀，一起把不会靠一有了今天晚上给双年假也不用回，八二年的拉菲生都都配上收入，你笑我世俗我也不用空腹，一条人的蟑螂这个名我都不从几周前口一路玩到坐上走路，年轻人的小费都往口袋塞，黄洞太该谁还躲在角落讲电话，衣服太太最好早点回家，这张口太乖，就这才记得台北带的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台妹，就这才记得台北带的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拉台妹，哟拉台妹拉台妹呀，对拉台妹拉台妹，辣台妹辣台妹呀，对辣台妹辣台妹，有了一起把峰会靠一，有嘞，丢梦会靠一，丢天天有嘞，有嘞，蓝梦会靠一，有嘞有嘞，音乐插播看到多大上衣，音乐插播看到多大上衣，他，我们不说价，说价，当晚再坐下，都坐下。给我一盘下，当我荧光仪的衣服全部都脱下。天哪！在这晚上我们不讲人情，正好只讲现金，这场美女如云。喝到早上，知道是谁不行，全部都放到底，就让我来处理。最热情的相遇，谁叫都是相亲。为了他们，我要继续再开几支香槟。快点脱掉上衣，再把你的香气，把钱统统都给你，别再说你爸生病。就这才记得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辣才妹。就这才记得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辣才妹。哟，辣才妹，辣才妹，哟对，辣才妹，辣才妹。就是才记得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辣台妹。这才记得台北带着纯金的项链帮我拍，新的小姐辣台妹。哟，辣台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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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发疯。今天上坡，看他脱掉上衣，开始。哟哟哟哟！
豪杰在线不来的时候，他们有多难过？来，我们在座各位，没有。其实今天我们突然改名字啊，是为什么呢？子豪，子豪，你解释一下，为什么要改名字？比较好笑。他们觉得泰格英娜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有一种霸气，对的，一种在地。在地的霸气。那个其实我要先小小爆料一下，其实子豪真的是很可爱，因为他是被小编骗来的，因为他说不好意思，那个可以帮我留一下时间吗？他还说哦好，都好啊，都没有问说要干嘛哦，就说好。结果其实本来只有子豪一个人要表演，没有节线的。我想问一下，真的只有你一个人的话，你要怎么办？你打算怎么办？就唱呀。就唱啊。我记录一下，他说就唱了。我跟你讲，杰宪是那个小编跪求跪求再跪求，真的差点跪下去的那种，才帮他进来。这时候就像那个凤梨叔叔讲的，打当 A 啦，打当 A 啦，打当 A 啊，打当 A 啊。我跟你讲，那是不打当红的起来哦，我就想下面的球迷真的会很失望，你们说对不对？谢谢，谢谢。那个我要先跟我们球队的康乐鼓掌说，这个其实子豪不如你们看到表面这么腼腆，他是以下其实就像刚刚那样的杰宪那样。所以呢，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储备的康乐鼓掌干部，你今天帮他表现打几分？你说子豪吗？对，子豪今天表现得如何？没有99，又100啊。我们给你很高的评价，希望接下来呢，你可以继续的跟杰宪一起让休息室充满欢乐，好吧？不是不是，其实今天我要爆料一下。好，你说。今天其实我们顽童不是三个人吗？不是，为什么少一位？对，就你们最爱的林安可啊。安可真的不知道在干嘛。你们太热情，我就叫你们小声一点，他吓跑了。不然就是刚好一人一段，刚好三个人，结果他跑掉了，我们两个就要 cover 第三段了。对啊，很辛苦。好啊，安可真的是非常的害羞，我希望我们再苦口婆心的劝他一年，看他明年有没有办法再来到这个舞台上，好不好？好，那当然，两位是我们压轴的表演，是不是代替所有世军来感谢一下所有现场支持我们的球迷？你要先吗？我怕你没有话。你先，好贴心哦。好，你动上。那对，那今天很开心，就是各位球迷就是一起到球场这边，那跟我们一起比赛，那最后一起同乐。就其实今天我觉得有点危险，最后我们赢得胜利，真的感谢各位的加油。那很开心我们收下了4连胜，希望我们下礼拜能够继续连胜下去，把下半季的冠军拿起来，然后我们带你们一起奔向总冠军。谢谢。终于知道怎么第二个讲了，因为他也要讲同上。好啦，那呢，接下来是不是借用大家的掌声，尖叫声来欢送我们的泰格一娜？谢谢。非常霸气的一个名字。好，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快，又到时间讲拜拜，好不好？那呢，小梦在大家都还很冷静，首先提醒一下现场的朋友，如果你有要搭乘接驳车的，我们10:45会发一班，就一班哈，所以需要坐接驳车的朋友，麻烦赶快移动你的脚步。那其实呢，我们今天算是我们周末的主场，已经算是最后一次的周末主场，但是等一下，下礼拜还是有比赛，要记得来。因为接下来每一场比赛，不管是在台南或者是在外地，都非常非常重要。我们需要在全台湾的各地都看到你们的身影，你们的加油声。那当然，小梦还是要代替我们所有的同声的师队全体职员，还有我们的师军，再一次一个深深的鞠躬，感谢你们的支持。那呢，不要忘记了。我们约好某一个比赛要再见，我们先不说破，好吗？